哎，不要发光，不要发光，怎么看了？怎么了？很漂亮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去啊，没去啊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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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是先解魔跟三组会比较好好解啊，一定是这样的啊。对啊，一定是这样的啊。我想要两个都用八风网过，会不会太贪心？应该还好了啊。反正五十减上一次啊，我就直接把它干掉啊，一次转全体。上去，再下来，哎，再上去，哦，哦，有跌倒，跌倒，3939889，城府，哎，城府，如果你要带练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带着他练的，我不会带他练，强化蹲药，强化蹲药，哎，血不多哈，出技能一下。要留哦，五色都要留哦。好，可以扁了。快速的哦，一个叠珠哦，啊，15。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就算了，你怎么办？既然都说失误了，你怎么办？哼，开两个地准备给两个地板，都没有啊，现在都没有啊。咚，忘记看自己的珠子了。不是你拿八风，你看什么珠子啊？你啊，拿八风，你还在看珠子？八风哎、欸，啊，加一个字就变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八风特哎、欸，啊，有玩过敖都知道啊。对，哎、欸，我玩过神魔也知道了。对对对，神魔有八风特，打哪一只啊？让他自己打、啊，让他自己打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一定有人会问说，为什么百姓刚刚有人在提问哈？为什么你不要用魔族加三鼠，等下再解火的成就？哎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要用八风解 ，OK 吗？哎，但是如果我打得很轻松，你们打的就更轻松。更轻松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内行的，说的道理就是内行的。1035，刚刚好的血量，我算过了啦。开玩笑，我算过了。啊，什么时候算的？现在，刚刚看的而已。对，可以吧？我现在看应该也不迟吧，反正就没有GG，就好了。水谷溪打光梦眼，忘记他那个盾是攻防盾了。基本上我刚开那个技能哦，就当作没开哦。那个也是假的，那个只是节目效果啦，让人家看起来说，哦，平百姓开技能啊，开错了啊，好笑、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。对，我的目的是这样。像现在这个转珠有没有？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智障的转珠。对啊，平百姓转不过去啊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丁老师哎、欸，哦呦那个哥 Q 等来要看，还是转错一颗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很冷，叶明记得天气冷，你要换一下那个大的棉被，因为现在棉被都换了。啊，
他不是在讲身体冷、哦、不然呢？还有别的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应该是没有了。没有。对对对，你喜人哦？我知道他要听歌了，他要听歌了、哦。我唱。对我这个人很配合的。冷冷的，你的沉默冻结了我的心。不管多么不愿意，也只能看你扬长而去。黑暗，如果百姓巴丰特，那是笑话你，冷笑话你成功了、啊、是这样吗？黑暗中，阿大过了，吃运气，不是阿大过什么？你要讲清楚啊！阿大过是哪一个、啊？看不太出来。黑暗中，能力继承，行不行？先打右边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是说，假如失误的话，左边那是 CD3，所以这样给他锤没关系，好，一波带走 ，OK， 一波带走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过很好过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啊，他三舅舅的你就很好过了。哎呀，我们赶快修正，现在养成那个习惯，不然，对，到时候他三舅舅会讲错，他三舅舅的啊会讲出一些那很奇怪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掉不掉？空虚寂寞是不是？永丰是不是 ？OK 啦 ，OK 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我打起来看起来很好打啊？有没有那么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冲动，想要开两次八风打直接两次？那有，那代表你就有吸收到了。今天你没白来了。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受，那就对了。你今天真的没白来了。哎，因为你看起来好过，你就想要说，哎，用同样就都是头尾八风，但是一次结两个成，就是分开两次结两个成就，这样就对了。50万，不能轻敌，亏。这若无甲管袂，你袂着鸡鸡啊，亏。哦，我不开小红帽。哎，刚刚我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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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的轻敌，一点点点而已。哎，对，因为我没有注意到。这应该算小失误了，不算大失误了哦。会不会死在这一关啊？应该是别人。哎，拖拖了啊、哦，拖拖了啊、哦。头尾八风特，头尾八风特。哎，挑战极限是可以的，我个人建议还是。先求稳再求好哦，个人建议是这样，记得哦。哎，怎样呢？怎样呢？哎，对，怎样留心呢？怎样才能留住你的？为什么每次都唱这一首歌？因为没有别首歌可以给我唱了。别冲了、啊，所有孤单的、寂寞的夜。直播时手机都不 OK， 不会啊，很 OK 啊。那你不 OK？ 哇 ，OK 啊，不会啊，我现在看 OK 呢，完全没有不 OK 的画面，我看 OK 啊 ，OK 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我自己的直播，等一下、哦。OK 啊 ，OK 啊。很卡，真的假的？是我转的时候很卡，是不是？
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真的有点卡哎，就也对，有时候卡，有时候正常哎。等一下，我把一些阿里亚扎东西清掉，你看，看没有用。对啊，这样我懂你们那种感受，那种最精彩的时候我没看到，跳过去不舒服，超级不舒服。对，有时候卡，我刚看一下，有时候卡一下，有时候顺了一下。停了十秒，哇，将近一 G 的容量哎，到底是什么垃圾挡住我？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，是不是？正所谓啊，两岸猿声啼不住啊，只见百姓啪啪打，有没有？还、啊、没有押韵哦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押韵的？我没有说我要押韵。开台清垃圾，对啊，一些垃圾就是要清掉，有没有？我成就无去啊，我成就无去啊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哎呀，对啊，嘿，绝对不是工伤哦，嘿，啊，那个钱记得啊，会到那个哈、哦，对啊，我会不会就变诈骗集团？他、啊、会到诈骗集团，隔壁以为在拍片子，完全断火珠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嗯，越战越强金，这一关不能。所以这一关就是，啊，直接消是不是 ？OK OK OK， 了解了解。哦，叠了一个水珠哈、哦欸。金山给我多少钱？87元嘛，蛮好用的，我也没有别套可以用啊。它是转五颗啦，所以会把你的一颗木珠转掉，或者是水珠忘记了，所以我现在肯定是不开它了，好不好？注意看技能哦，哎、欸，技能缺人哦，这个千万不要开，这开下去好像只剩七秒，基本上是废机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对我是拿来充人数的，有没有？来不及，那个火珠我把它抢下来，顺多了哦。啊，有些时候如果真的稍微有状况，可以跟我提醒一下。啊 ，CD 二，哇，CD 二，对不起。不能太啊得意忘形啊，会死掉、啊。要稳稳扎扎，稳稳扎扎，稳稳扎扎打打打，稳稳扎扎打打打。关了五七小七吧，我刚就讲了、啊，运气啊，就是运气啊，一个字啊，运，一个字，我一波带走九回合，还让他呢，我还让他，这一次预斩预斩，你千万不要让他。会死很惨。我跟各位建议哦，这一只哦，一波带走。这个我开不了，我开有些时候我在算数学，你们可能看不太懂。200万，最少200万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，最少200万，开。
破多了。啪啪啪啪啪啪的打过去。刚刚在聊天室看到体育老师的名字，真假的？体育老师好，体育老师好，老师你玩什么啊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支持台湾电竞，台湾电竞，电竞也是一种竞赛，运动是一种竞赛，电子竞技也是一种竞赛。老师如果不太玩什么没关系，可以问我，可以问我，也可以问我们这一当百的观众，真的，这每一个都很厉害，超强。我真的没胡乱，你们刚看到现在了吧？对吧、啊？老师害羞，我知道，老师害，我知道你害羞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把老师名字讲出来，这个我个资法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有问题在上面发问，我看到我帮你解答。就算我没有看到，我没帮你解答，我们观众也帮你解答。就算我们观众没帮你解答，我们的白粉也帮你解答。就算我们的白粉没有帮你解答，路人甲他都会帮你解答。你要吓死谁啊？路人甲都会帮你解答，好不好？啊、有什么问题、啊、其他游戏问题也 OK， 好不好、啊？老师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把你 highlight 出来了，对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、啊，对啊，这个要、啊、跟学生有点互动啊，啊像我有一些粉丝啊，他们老师跟他一起玩神魔之塔、欸，哎，屌不屌？屌啊，真的屌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老师跟我们玩神魔之塔、欸，哎。然后还说，如果老师怎么说呢？老师说，如果哈、哦、这次期末考那个，我不讲名字啊，某某某同学哈、哦，如果你进步了几分哈、哦，老师帮你出一单。哎，啊，通常那位同学是全班最后一名的，所以老师很有把握，他绝对没办法进步到那个分数了。我知道，好像是这个状况了。当然，这是一种鼓励学生的方式啊！我个人是非常建议的，非常建议的，好吧？什么还没加入电竞啊？哎，不是啊，电子竞技啊，你只要举办比赛就可以了。那不是这样算的、啊。我们之前有神魔之塔公会争霸战了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没关系。神魔演唱会知不知道？那是比赛、啊，知道吗？秋卡米、王小新都有去啊，知道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比赛，就是那个比赛。OK 了 ，OK 了，小 case 小 case 哦。老师，像这个东西哦，如果你觉得不好打哦，老师我等一下教你怎么打，我等一下教你怎么打。这东西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真的。老师来，我们就要教秘技，教绝招。哎，靠背啊！哎，既然老师都来了，这是干？你的百姓怎么不能教一两招嘞？是不是？一定要有不一样的、啊。老师来，待遇就要不一样，待遇就要不一样。喵，老师看不清楚没关系，老师我教你，真的，我玩这么久，没有人看过我用这一招，哎、欸，我听说的，哎、欸，老师我教你，真的看不清楚黑白符纸没关系，这老师来到屋了呢，哎、欸，听说的啦，我还没试过，给他试，如果试不出来，不要那个太那个，好，协助工具。哦，去找一个视觉，应该是视觉。哦，副片，老师你选副片，好吗？应该不难吧？我再提示一次。哦，老师你就去找那个装置里面的协助工具。哦，基本上每台手机都有，然后用视觉。哦，然后你去找那个副片，好不好？副片。哦，因为我本身以前是做过摄影的，副片的效果就是跟正片相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老师，你这样不懂，我进去给你看。哎，有没有发现珠子看得比较清楚了？老师有没有发现看得比较清楚了？啊、老花的话我就没办法了，真的，这老花的话可能没办法。有没有发现珠子变得好像变清楚了、欸？啊，不是 A 片啊，是副片啊，副片。有没有珠子变清楚、欸？而且你们现在在画面上看的还没有更清楚，我看起来更清楚哦、啊欸。它是黑白符纸，副片跟正片刚好相反的一个效果。其实副片应该是很黑白的啦，懂吗、欸？这样没有差，这样没有差，亮度桥最亮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有一挡百，所以亮度桥最亮。来，我来试一试，大家都可以那个有没有亮度桥最亮？
你们感觉有差吗？我是觉得更明显了，比原本更明显了。我不相信是的，来，我调一个最暗的给你看。不行啊，我现在用正负片差，看起来就差很多嘞，没差别啊。这怎么弄啊？等一下，我抓一张图给你看好了。这太有差了，老师一定感觉有差，我敢跟这样跟你讲，老师一定感觉有差。老师，你等我。哎、欸，啊，别再跟他讲。啊，不行哎、欸，这样没办法抓哎、欸，这样没办法抓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没有哦，不是，我手机跟你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老师，你这样可能看不清楚，那没办法，因为我看起来很清楚啊。哦，反正你就照我刚讲的去调，不是，你们看到的是正常画面，我看到是整个是他捏整个就是啊，我无法形容的画面。大家一定说看不清楚，来，什么叫比较图？你要有左边一个图，右边一个图来做比较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您说是吧？是不是？我这个人最尊敬老师，对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。比较图，再来看一下，不要来发动，不要做地图。有没有明显？有没有超明显？这样比较图有没有明显？有没有超明显的老师？有没有超明显？有了哈，这样有了哈，这样有没有超明显？有哈，有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有了吧？这样有了吧？我已经调到很清楚了，这样是不是很明显？有没有？啊，调全光是不是？我调一下全光。我个人是那个调过去就有差了。好，再看一下全光的，有没有超明显的？有没有？你自己跟下面比较嘛，是不是有差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差？转强化，你是要弄死我是不是？那个，哎、欸，老师，那个说要转强化，不要相信他。那个转强化是基本上是很难看的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很明显？这样有比较图了，对啊，我们实事求是嘛，是不是老师？老师，这个对不起，这个我们观众有些直接会有些互动，所以是说你可能听不太懂，但是你可以试着融入我们的文化。各位观众，一波七啊，撸过去啊！哦、老师，你可能不太知道，就是你跟着打七就可以了，打很多七，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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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这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游戏很七，很 G 八，你知道 G 八就是很 G 八的意思嘛，对。哦，我们要比游戏更七八，哎，就是这个就是 G 八 game， 哎，对，要比它更 G 八，你要比游戏更 G 八才能赢啊！一波七，各位帮我把它刷过去啊！哦，刷到他三舅舅的都看不清楚了啊！超明显的啦，现在这个珠子是超明显的，超级明显。虽然说超级明显，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珠子的位置。好，老师，这个哎、欸，我实况没有这样啊，对啊，因为基本上有点懒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实况没有这样教学这一招，这是您来才有的，您来才有的，有吗？龙科脉动看下去。龙科脉动，哇，这个珠子颜色真漂亮啊！给各位看一下龙科脉动颜色，这真的很有意思。哎，不要发光，怎么看了？怎么了？很漂亮。怎么了？没气啊！欧了 ，K， 哦，不错吧，很方便吧？这部片在哪边是？我可以再示范一次。左下角，讲错了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